好家伙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啥呀？强词打捞第66天，第一捞走起。兄弟们，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以后可能不能再更新强词打捞了。我曾经以为自己坚如磐石，但是我他妈也要疼呀，因为你们从来不给我双击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。哟，兄弟们，好像有东西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又到我的知识盲区了，兄弟们，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。对了，张助理电脑时光，咱们去问问张助理。咦，张助理人呢？这猪头肉有那么好吃吗？面对疾风吧！哎呦我的妈！第二捞走起。你用的是什么输入法？怼人这么快？我就问你知道错了没？错了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其实我用的是左下角的懂你 APP， 里面有很多真实年轻的小姐姐，是一款适合年轻群体使用的 APP， 你们也快来试试吧。好家伙，兄弟们，这咋那么像一个闹钟呢？哦不对，兄弟们，这上面写的是压力表呀，这东西你别看小，还是挺重的，这拿到飞行站去卖，不得换两包辣条吃呀，兄弟们。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的最后一捞，走起，走着。好家伙，兄弟们，我咋看着是像一个盒子呢？咱们来过来看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哟，兄弟们，这还真是一个铁盒子。不对呀，这应该是一个存钱罐呀，兄弟们。我去，你还别说，这里面还有不少钱呢，兄弟们。咋那么重呀？咱们打开看看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Later。我擦雷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啥呀？我说怎么那么重呢？你们看，这里面有好多硬币呀。这个纸票没有多少张呀，兄弟们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今天的收获还是不错的，正好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